希望咱有运动，健康咱有锻炼。健康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，所以我们要增强健身，提高自己的免疫力。我叫姆萨，每天除了输车之外，运动也是必不可少的。我很喜欢健身，我每天早上早早起床，穿上运动服装后就开始跑步运动。在我坚持了很久以后，我觉得健身是非常考验人的意志力。最难打败的往往不是别人，而是你自己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运动下去，那将会给每个坚持下来的人一个奇迹。它不但会给你一个拥抱青春的身体，更会给你一个多姿多彩的美貌人生。运动所带给我的不仅仅是长身健体、磨练意识、愉悦身心，更重要的是让我更加热爱心灵和生活。每次在运动之后，我都总是有股力量，感觉做什么都有感人。运动真的给了我很多动力。我希望那些还没有意识到健身带来什么益处的朋友，赶快跑起来，跳起来，要知道健康是第一位。我愿用我健身的汗水，洗净生活的烦恼，用强健的体魄创建明天的生活。